你好吧姐好吧姐妹这是大伟人吗那就是不好要不好要个啦我现在在南京读书小时候火把节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跟小伙伴一起去采花了比谁采的更多更好看好难我小时候的印象就说人很多大家可以一起玩一起跳舞一起舞火把节日前每家每户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准备自己的火把虽然年轻人对传统习俗有自己新的理解但扎火把还遵循着最原始的方式以竹竿为把心劈成条状的松明子围成一周用芭蕉叶撕成条捆扎一节一节扎起来哎，花很紧促做火把的时候纳西族人还会用象征吉祥的鲜花寓意多子多福的石榴等来装饰火把将对家园的美好祝愿融进火把中奶奶这边奶奶火把这里完了纳西佛祠因为我去阿贝什么传统不是一说的基于天主呢一说到给给你哎呀哎呀这句话你也好不你来给你好不你这这家也把我票丢过来出出一些嗯啊老没吃的嘛出来客阿哥你讲究个在公共我挂路路路面的后面楼里在得了的好怕只有爸爸太出也路路路面去找不也你拿出来客爸爸太出也得了的路路路面的去不也阿头大好爸客除了准备自己的小火把每家还会去为广场上的大火把献柴他们认为依靠众人的力量堆砌起来的大火把是神圣的不好的运气会随着熊熊大火烧掉我